今天来钓鳌虾，看谁比较虾。你这是什么笑话梗吗？愚公庙这个吗？愚公庙。对，刚刚是人家家里。对啊，是家里的庙。有庙吗？那边有一个庙，走了。路进去。有钓到鳌虾吗？有。有啊。哦。对啊。哦，就这里啊，就这里找到。很多。很多。可以访问他们。对啊。可以拍一下吗？拍一下你。你拍我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哦。厉害厉害，这边你就借他们的拍照。不要那么没志气啊，自己要玩一下啦。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厉害哦、喔，厉害厉害，天才小钓手哎、欸。来，我们啊，这个不用人讲。哎，这边很多鳌虾，已经很多人在这边钓，刚钓很多，那我们比较晚到，拍一下今天饵料。鱿鱼干，然后哎，跟我学相似哎。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，好了，跑很久了，跑超久的，终于找到了，好了，开钓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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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笑屁啊！但没有拿到相机拍、啊。有啦，有他在录啊。戏剧效果是。你就看你的饵，那个白色饵一下就不见了，看到没有？第一条。没有啊，我就是很小的小棵树的那个鸡头钩。小棵树，这样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就看着饵，然后突然被拖走，你就可以把它慢慢提起来了。可能你铅太重，是不是？那我大概换空钩好了，空钩，然后加个摇钱吧，对，加摇钱就好了。被拖走是不是？看不太到，快被拖走了、哦，轻轻提提看。你线绷紧一点，太松了。很浅。会不会啊？啊？钓虾也打龟哦。加我走啊，那个，哦，有。可以踢起来，可以踢起来，就踢起来。哎呀！哦，掉了，又一个，又掉下去。等一下，我这段逼掉你，这段会逼掉。逼。给他夹，我给他夹。哎。你杆子撞我啊！哎。来来来，拍一下来，看一下。哈哈。够够，好放，收起来。我放袋子里了。就随便，你就放下，你就仔细看你的，被拖走。有吗？你有看你的白白的在那边。没有被拖走。是哦。要很快就拖走。有了，你要提提看，提起来看看。哎，有了。哦。好嘞，我录。好，快拖走，动了。啊，好小哦，小心啊。有他的脚，他的脚的，你们看他动。哦，他动了。没有，他拖走了，你再来。轻轻推，呀，中了，小心点！哇，双钩。
山洞。到山洞，山洞。没拍到两只的画面，对呀，然后再补拍。没关系，我就再钓到就好了。对啊，另一只加下去了。起来了，一次两只。被钓到了，哎，镜头那边。哎，攻击我。爽。好了的。很贪吃啊。钓很多好不好？随便钓就有了。生吃生吃。我要拍啊！路上捡到一个盒子，可以放。车停很远吗？又钓到了，我看超快的。下去就上来。下去就上来啊！下去就上来。新手教学的新手，新手。不叫呛教练，呛过了。身为一个荒野求生系的 YouTuber。我决定应该用树枝来试试看，就是用贝尔 Girls 贝尔大叔的方法来钓。你用什么线？卡棒？你看超高级耶！是拓野哥的。我的树枝钓竿做好了，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可以钓。可以可以，那绝对可以。树枝双攻，我看有没有看到树枝哥双攻了，那以后不用买杆了，给我试试就好了。哇，我刚才中一个双攻啊！哎、欸，我要学他们那样拍路亚，要这样咬着这样。你咬啊，你咬。干，很臭啊，妈的！竹竿小妹，不是树枝小妹。哎、欸，这我 custom 的杆好不好？教练 custom。CGB 的钓竿 ，CGB 出品。Go go go， 放进去。Go go go， 你可以下去吗？先打三两下去，我再教练。冷门的懂胎呀。哦，钓到鱼哦！好大，好大只哦！大只哦！然后再来一个看看，鲤鱼还是鲫鱼？鲫鱼，鲫鱼！哇，好厉害！你敢怎么拍一下？比个耶，比个耶来！现在这样，钓这么大袋，揭晓喽！到处试试。这只是王啊，有只超大的。去吧，我的弱肉！去吧，我的压你！好，今天的鳌虾钓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。分享、按赞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看一下哈，很多啊。